钓鱼。你在钓鱼，钓到什么东西？章鱼。章鱼，好，钓到章鱼。钓到那个。要钓到尸体。来，这位是你在做什么事情？搬货。搬货，来，好，搬货，来看一下你的表演，搬去哪里？好 ，OK， 来搬货，来这个地方的，来 okay, 这位，你这边是卖票，卖票口，来，所以你是你要买什么？客人，买票，怎么买客人？你要买什么？一张票，一张票 ，OK， 好，来到了渔人码头区了，来这边是在贩卖区，贩地区，我还要票，啊，给你的。好，